这边好啊，走过来。没到底，这边没到底，这边你到底？来，中间。你问我入围几次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算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自己去查那个 record。是的，九次吗？<笑>很多年了，九次就是几年前的事啊。其实我每一次都带着平常心啊，因为这个难题呢，我真的是要交给评审团去做决定了。我们自己想也没用嘛，对不对？也要感谢娃娃，因为他们这一次有这个故事，也有这么一个可爱的角色让我来发挥。如果没有这个故事，没有这个角色的话呢，我想我也没有办法站在这里。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啦，我现在讲出来就是博君一笑啦。<笑>我看待会我会有很多好朋友，他们会跟我一起庆祝。OK， 好。呀，刚才我还忘记感谢很多人，刚才脑子里面突然间想不到很多东西，想不到一些人啦，所以现在我可能补充上，就是正式的讲一次，感谢我们新传媒，感谢我的老板 Mr. Sean 啊 ，Mr. Chang Andrew Ivy 啊 ，Amy Carol Caroline 还有谁？还有好多好多，所有还有服装间道具组化妆间，所以整个新传媒我都要感谢，谢谢。我今天是穿上Zen 区的衣服 ，Zen 他是一位非常有性格的设计师，我穿了他的衣服也很开心。OK， 来中间，中间这里中间，中间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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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能就不会得奖，所以我说你不要跟我讲，你不要跟我讲，所以是有期待，期待当中，可是也是意料之外了。对，回家睡觉，明天开早班，一样的，每年都是一样的吧。因为我说了很多次，不管是得什么奖，就算你得到最高成就奖，还是最佳男主角、男配角也好，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休息站，不是一个终点，也不代表着什么，只代表着我今年是最幸运的，就是刚好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在一起，我就得到了这个奖。明天还是从零开始，我如果明天拍早班的话，我还是一样的心态去拍，我不会说因为我得了什么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什么，绝对不会。没有嘞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我们来很早就来 rehearsal 了，太太还在睡觉，所以没有什么。不过我做了早餐给她，健康麦片哦。不过将来没有时间呢，不是这样。什么时候？既然活了这么健康，什么时候来个小宝宝？她健康，我没有健康。她健康很重要。这个问题改天再问吧。还有什么？什么？哎哎。